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佩莹，欢迎收看今日的南投新闻。九月份是国际湿地情季，草屯镇卫生所和北投湿地基点合作，利用官府委托专业老师来设计一个桌游，透过小组的团体游戏来引导长辈熟悉湿地镇以及十大精神保护大脑的撇步等等，嘛提醒厝内底若是有湿地长照的需求，会当卡一九六六长照专线申请。这个人在常常看到的桌顶游戏，南投县政府卫生局家己来设计开发，注意到湿地脑中风团队的照顾，小组会使耍的游戏，以较趣味的方式加深大家印象。食是来迄落控制啦，啊嘛爱食较营养的啦，啊，逐天爱运动的啦，脚手拢爱运动的咧。注意到像迄个树山、都房山，迄拢无老伙仔去望下啊，啊都爱注意迄个电线啊。啊，注意迄落下间啊，嘛拢爱注意。咱政府一个迄落在广告吼，广告讲无食薰对细胞无好吼，啊，佮对咱的身体读觉嘛无好，吓啊。讲真侪项啊，家己爱家己控制，啊，讲血糖佮血压爱控制，拢伊佮可能爱注意安尼。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的资料，显示讲未来社区长辈湿地人口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草屯镇卫生所来加入基点，为应该疗愈、甲桌顶游戏活动，才等等，用着无同款的方式来进行熟悉湿地，结果预防的宣导工作。过那个桌游的游戏啊，其实上面有很多警讯，还有说它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那让他们大家知道，那或者是类似像居家的环境，有些可能是常常我们忽略了，那我们透过这些图卡的使用呢，或者是有大富翁的部分，那提醒他们说这些私自有可能出现的症状，还有他的怎么讲趋吉避凶的部分，还有另外就是家里的一些居家环境的注意呢，都是增加他们的印象，然后他们可以回去也可以审视一下自己家中的环境有没有哪些是不适合的部分，然后去做改进。草屯镇卫生所二万公透过活动，减缓着社区长辈得着湿地症的风险，嘛提醒讲，若是厝内有湿地长照的需求，会使来卡一九六六长照专线申请，提供着家属相关协助的资源。记者林信，草报道。